哦，系啊，我之前有都同大家讲过话，我嚟紧喺圣诞嘅期间都会喺一啲市集度，摆摊档去买下小食嘅。其实佢分咗两个时段，第一个时段就系之前十几号嘅时候已经完咗啦，但系喺好快嚟紧24、25、26、27，连续四日咧，我嗰个档又会出现翻啦。咁我就会其中一日咧就会喺个档度出现，做下店长咁样，又帮手去吓、宣传下去。希望多啲人嚟支持啊！啱啱就提到聖誕啦，你嘅聖誕有冇機會同 Sisi 一齊過？聖誕有冇機會同 Sisi 一齊過？其實聖誕我最想同屋企人過啦，因為屋企人呢段時間都冇乜機會陪到佢哋，咁啊希望可以趁住聖誕有啲假期啊，或者新年有啲假期啊，都可以多啲時間陪屋企人。聽說分開